从西藏发货的虫草都是我们西藏纳取的虫草吗？其实并不是。大家可能觉得拉姆年龄这么小，说起来这个话可能就不可信。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自治区虫草协会的副会长，也是我们称他为虫草王贡嘎，就是很厉害。然后他其实也可以说一下，就是有很多假的草运到拉萨，然后从拉萨发出去，大家就是认为这是西藏的纳取的草，其实并不是，对吧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这几年的话，很多从内地用过来，到了拉萨以后，说是纳取草，我又用过去，对对对，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。在网络上面、直播间里面都是这个人工种的，再说是纳取虫草。不要觉得是西藏发货，那可能就是西藏纳取的虫草，其实并不是，一定要认准原产地才说明是真正的纳取虫草。我们就是原种，我们都有自己采挖证，所以的话，拉姆现在也是在我们的虫草协会的会员里面，然后慢慢加油加油。其实这些相对这些假草啊、假冒草，我们是非常抵触的，所以的话，我们是不会造假的，这个大家可以放心。